从那次开始，我就告诉自己必须改变，我就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看清自己。这是我的荣幸，你下次一定要找一个好男人当你的男朋友。我该走了，杉菜的事我先替阿四向你道歉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尽力去处理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也是你喜欢的类型。行啊，我有戴帽子跟墨镜变装啊。变装。放，跟我走一走。上次太危险，这样吗？你们看什么看啊？我跟没有三三在一起，听到没有？你这样子骂他们，人家不是就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秘密了吗？笨蛋。哎。干嘛？我起来再说了。怎么了嘛？你有没有跟灿灿说你要来？现在找他。是西门呢，干嘛躲啊？哎，就是西门，他要躲不进去啦。西门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喜欢你，小优。谢谢你，小优，我也很喜欢你啊。他们在说什么啊？喜欢啊，你的朋友小优看得比你坦白多。西门，我是说真的。你认真的表情真的很美，可是这样子好像有点太严肃了。你希望我怎么做？约会、接吻、上床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上述的每一项我都可以给你做。对不起，我动手打你，可是你刚刚那样说真的太过分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对我来说每个女人的保存期限只有一个礼拜，而程序不外乎这些。小优，我真的不适合，我只能当你一个礼拜的好情人，可是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。可是你不是说过懂得珍惜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是好男人吗？而且你也说过，你虽然不是好人，但你也是好男人啊。为什么你要选择过这样的生活？你难道没有遇过想要让你珍惜？小优，不要装出一副了解我的样子。我最讨厌这样子的女人。西门生气了。我是第一次看他这个样子。你是第一次看到小优这个样子。你留下来看你的朋友，我绕到后面去找西门。
小优，我刚刚正好在旁边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。香菜啊，讨厌啊，你这都听见了？你不要太难过哦。不会啦，他说他不喜欢我，而且我竟然打了他一巴掌，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人，连自己都觉得好痛哦。我一定要再加油。加油？加什么油啊？我想知道，我想更了解西门。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点了解他喽。可是，他刚不是在狠狠拒绝你了吗？香菜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只要跟我说加油好吗？小优，求求你，说一下好不好？加油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。